行，那你结束了叫我。嗯。然后这个做完了之后就直接是 OK， 然后我的方向就是哦，我们放在那边，就知道那边。我学习也不用放在这里，然后分开，明天再考。感觉好复杂。这个属于我是大老师。哦，这边还要再做一个。哦，这个怎么？我这个能跟那个差别？就是有点复杂，然后好吧，去后场。我把鞋换了吧。那鞋你要不坐着换？你等会儿，这袋子我调一下。你等会儿，这袋子我调一下。嗯，往里面一点。这个都给你了。嗯，好，你去吧。小年糕。
一下。嗯。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，好，可以。